大家可以走了吗？走走了。现在我们到了录影区，我们在卸货、安装。不走了。好热啊！我们现在来到录影区 ，Oh my god， 热死我了！啊，这么大热天要去录影，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不过这个地方还蛮棒的，都是草皮。我们现在在 A 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小朋友很认真的小童工，嘿。嘿、hey, ，会不会很累？哎，掉了！哎、欸，赶快捡起来啊！你要放好。对，是要告诉我们说东西要放好，对不对？放那么多东西。对，好。来，那个给我，我用手拿。小龟，不，我说那一袋全部给我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啊，你推那个小心哦，慢慢推啊、哦，拜拜。接下来是谁呢？接下来是妇女组，妇女组。他们现在瞧。他们在瞧位置。对呢，这样送过呀，往后。这样送拉的。是啊，他们拿就破了，拿那个。重点是轮胎破。重点是轮胎破了。OK， 小朋友很聪明，他用这样的方式。这是谁告诉你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的？自己是哈、哦？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？OK， 我们就是这边这一块 ，Good， 礼拜哦，耶、yeah ！我们现在准备搭营，搭帐篷。这么热，谁带？水袋、棉被。现在我们现在在搭帐篷。家，请问家里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充气。充气就是用气垫床垫在下面的，然后这个是传说中高级的电扇。吊扇，哇，还有叶片呢 ，OK。要记得，你们要记得付钱啊，这个我先买的、啊。好的，不是300多块吗？300多块嘛，对不对？不用运费啊，自解牌不用运费，所以它是吃电的。对啊。哦，很方便嘞！你看它这样用组合的，哪选的？用组合，哦，那么大，是的。哦。很好拆下来。哇，它够不够硬哦？对啊。难怪叫我们带延长线。哦，难怪叫我们带延长线。现在在装电风扇，高级帐篷，这样晚上睡觉就不会那么热了。然后看一下，你看小朋友，你看这一位，因为昨天在追三枪，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体力的老人家。你看，还有现在一个美猴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淑娟他们的。帐篷感觉是很豪华啦，这样子，但是相形之下，比较之下，好像中间这个高级又很差很多，有没有？感觉这个是受灾户921专属帐篷，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，那这个应该就是豪华区。哎，啊，不是。没有了，再用一次。就会要有喷泉。